你问一下多少人卖得了？你有一道裂，没裂啊？那啊，这旁边一点点，倒下倒一下就没有了吧？你自己做的、啊。这里还有一道，是有一点点。老板，你的一点点。这有你看吧，我说没有，自己看吧。裂有点多，其实总确实是挺好的。总很好的这个。裂太多了，我再看一下别的。不对装啊？不对装，这有一个小坑。也没给哦，我想一下吧，这里还是有一道通纹，这不是裂，这一对，这个四条啊，四条吗？哦，还有两个会飞，一起去，一起去就优惠一点，一起，一起有人给过价吗？一起有人给过啊？给过多少？好像给5万好像。哦，会飞这里有裂，会飞的毛病严重一点。这个有，还有铜料。这个石头很老，起过高。这种有没有起过货？没有啊，都没起过，我们都现在都没起过。现在都没起货了，这样也不是我们的，也是别人的，不知道人家有没有起货。我不喜欢这两条贵妃，这两条的话它是有一点点裂，这两条15000吗？那可以。你又不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一个。人家在这里给5万的，你这两条好，这两条好。它是通文啊，那这两条2万给我吗？人家肯定不会干的，这两条好过这两条了，人家5万不卖你。那你说一下这两个要卖多少？打价打齐。打价打枪，这是你的开价吗？不是我的，人家这样给5万都没卖了，你那样给2万，人家会不会卖？你给3万，人家都不会卖。说实在话，真的、哦？那肯定的嘛，打一下你一条打多少钱？不知道这个起货怎么样，主要是里面有一道通纹，没有那个通纹的话，3万我还是给得到的。打不打一下嘛，3万这两条打2万，是不是？2万，然后这个打3万，你这2万好啊，这3万好了，肯定这3万好了。看别的，看别的嘛。你那个如果没有那个通纹，我肯定能给的。其实我都有一点喜欢那种在里面飘了一丝绿。Oh my god， 这里有裂，不知道裂的有多深。这个倒不完的，这个也倒不完的，倒不完它会留一点在上面，一定要看仔细啊。有一些毛毛裂，这里就有一点点。这个有人给过没？这个你给多少钱吧？我给多少钱？啊，10000。这个。1万卖不起。有人给过没？肯定没给过。你帮我问一下，你这开价开35000嘛？你问一下嘛。那我要加多少钱你才会打电话？不用打了。卖不了。要一半的价钱，差不多一半价钱左右。你问一下他，12000，12000接近一半了，快点吧。不用问，一直打电话，我还差不多。没有一直打，你就问一下。没有啊，就问一下大概多少想卖，然后就好谈嘛。我都不知道你想卖多少，你大概问一下吧。我是第一次来你这里，你大概问一下就行了。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你想多少钱卖？我看那个价格，我给不给得到，是不是？卖，我就帮你问一下。你问一下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。你帮我问的那个卖不了吧？你不问一下，我不知道他要卖多少啊！我不死心，你帮我问一下。13000。卖不了。你问一下多少人卖得了？老板，你生意一点都不好谈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卖不了。差不多了呀，给到快一半了呀，可以了。这个绿虽然不是那种正阳绿，但是这种绿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啊，我也形容不出来，蓝绿蓝绿的。好了好了，15000。他去问去，你终于舍得问了。我发现我喜欢的圈口都好小哦，哎，这条也好漂亮哦。但这个种的话就比那个弱很多，但这个绿确实好看。这个只有50圈。安全问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卖不卖不知道啊。对，看缘分了。卖了。没有问一下了，他没回来、啊。再瞄一眼，我觉得你这里好看的都是小圈口。还现在小圈口好卖吗？不行，亏本。那你告诉他一个熊的价，大概想卖多少？他不会说，是啊，你把老板的决定你都给他做完了。你看最高吗？我看最高，这个的话导出来现在是一个53，哦，接近54。说只要我们最好他能卖嘛。那16000吗？16000，我帮你问一下嘛。对啊，16000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个体育老师还是很合格的，16000还是接近一半了哈。说白了，我就喜欢这一截儿。这个石头应该是木纳的，看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有胶质感的，这种应该是木纳的这一块，因为我以前做石头看到很多木纳切出来这种色，就是做成小挂件。还是很漂亮的。我最好他能卖，我要赚那个2-3万。你不是说开到一半他就要卖了吗？卖不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帮我问一下，我再看一下，再转一圈，我做一下思想工作，做一下我自己的思想工作。走，在这边看看石头，16000收怎么样？我帮你问一下吧。这条也确实是好看哈、哦，不过对于我来说没有惊喜了，我还是喜欢自己倒。漂亮吗？像玛瑙一样，太有特色，这就是蓝黄了，皇家绿，就是它现在已经是成品了。哎，你刚说的这个45000收是吧？也给了4万。啊，我量一下。下圈口54的圈口，这个还很厚，55的可以倒一倒。说实话，这种东西真的很少见，不过好像不够亮啊。15真的好漂亮啊，54戴不了，也不适合我戴，我只是喜欢。你这个水钱给我多少？你们水钱是多少？那你算一下。开，给你有油吗？我找你吧。
这条贵妃我回来加急就给你们做出来了，怎么样，这个起货效果可以吧？不愧是我实收的东西。像这个的话，我之前看它的色彩是比较偏蓝的，没有想到它现在起货它三色翻种了。看到这个光了吗？这一片我当时还在说这个应该是木蜡的料子出来的，因为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木蜡的料子。现在的话，我之前买的时候用我自己的手来比，用我的手较宽较粗一点，那么我比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它这个色就比较偏了，那么它的价格就相对来说较低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小姐姐正好她的圈口合适，她可以这样挂，怎么样，这色是不是就到正中间了？至于整条是怎么样的状态的话，我得从她手上给拔下来给你们仔细看一下。那我现在取下来了，是不是你们就能够看到它的全貌了？怎么样，这边还挂了一点色，这边也有。像它这个色的话，你说它偏它也不偏，像你的手稍微窄一点，这个是完全可以挂住手腕这里的。像这里我为什么说它是木蜡的呢？首先它起货感觉就是木蜡的，还有就是这个色里面啊还有一点点雪花棉哦。看实物真的好漂亮的，这个胶感光感可能拍都拍不出来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这一次的水钱缴的还可以吧？